竟然发现在郑俊的头壳内面有顶回庆雄所留落的子弹碎片，而且这些碎片是卡在一个真歹处理的所在，才一直到今嘛拢无发现。那是今嘛替伊动手术，有真大的风险伫个。啊，不过那是无动手术，我是惊这些碎片随时拢有可能会害郑俊无命。不过会等我偌久啊？郑俊，是嘞，是妈妈没跟你说好，是嘞。真的等过你，连大家有特别照顾我，已经让你辛苦了。不过，根本等过我讲，我不会等我话过。我是跟你讲，可能是明仔，阿唔过冇可能，你这一世人拢袂有代志啊！阿你今摆知影小飞失去记忆，佮你完全放互袂记啊！那呢，所来你拍算要哪做啊？我是当拍算啥？伊都已经。继续留下你啊，而且冇生囡仔呢。即卖伊啊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佮全新的人生。我对伊来讲，只是一个情人啦。拢爱怪迄刘佳丽啦，伊这个人真真过分，竟然趁小飞失去记忆的时阵趁虚而入，把小飞抢抢去。哥。既然你即马拢已经清醒啊，你就应该让小飞记起过去的一切，然后才让伊做出选择，安尼对你唔才有公平，对不？嗯，我嘛认为啊，这你讲啊有道理，我嘛甲伊同款，我赞成你啊爱追求家己的幸福，千万唔通即简单放弃啊。我嘛想要改变东来，用我袂当安尼做。是安怎？我头壳内边，还搁一粒子弹的碎片呐。天空白当是要甲收登去啊，我根本都唔知啊。我真正是唔敢看到宇飞，那是回到基地了，佮看到我离开，一点话都想说。哥，敢讲你着要因为这个原因，甲小飞让予刘佳丽哦？你不是真爱小飞？我就是因为太过爱伊啊，我唔敢看伊搁受到伤害。我甘愿让伊啊，参照即个感觉，继续快快乐乐生活落去。